全国投资本，大家好，我是孙一婷。今天的大盘呢上涨24点，上礼拜呢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怎么说的？来，哇，真的很棒。上礼拜啊，大盘下跌的时候，我只跟你讲一句话，来，输家呢在乎的是高低，赢家呢在乎的是多空。当你一直在想这个盘会不会涨多，这些股票会不会涨多的时候，你看不到任何机会。你看不到任何盘面上的机会，但是呢，赢家想的是什么？还有什么股票会涨？还有哪些机会？这个盘是不是在多头的控盘之中？如果是，那还有更多的股票会一直涨，让你一直赚。投资朋友，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个观念。上礼拜我们跟大家说，这个盘啊，靠的是谁？是鸿海嘛？你看今天又上涨了。我们当时啊，来10797期，上礼拜的。就跟你讲，郭董这是谁？就是郭台铭董事长嘛。电子的新方向要看谁？看郭董，看他的新布局。投资朋友，光是看我们的周刊的封面，你就能够知道说这个行情，这个重点在哪里？在于整个的电子的新版图嘛。当时除了鸿海之外，我们也跟大家强调了一档股票，来，这是谁？大力光啊，今天又往上走。你还是这一句话。你只要在乎的是高低，完了，高低涨很多了，完了，涨很多了，完了，你通通会错过这一波大行情。朋友们，这一波一路涨一路涨，多少人赚好几千万啊？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你把自己框架住了，你把自己设限住了，你没有跟着我们好好做嘛。再看一次，你看郭董，跟你讲新方向，他股价就真的一直涨哎。这样你要好好把握，这样你要不要好好把握？所以每天都有新的机会，每天都有新的逻辑嘛。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这个观念，绝对不要忘记它。来，你看，每天都有新的机会，每个交易日呢都有新的股票。好，那什么股票要留意呢？我们上礼拜啊，哦，其实真的很棒。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一些机会，我希望你都有听进去。这里真的很棒，大力光身上啊。我们看到了它创新高之后所带出来的机会，要观察的是什么？是跟它合作的智深嘛，对不对？跟大力光合作啊，抢攻中国的手机的镜头模组。你看上礼拜五我们一出手就攻涨停，哦，创新高突破。今天的话呢，朋友持续的走高啊，盘中差一点点攻上涨停，创新高。它 Q3 的话出货会持续增温，不管它是并了这个音响的产品。还是他这个相机模组，朋友，这都是赚钱的机会啊！当你看到的是机会，看到的是一档又一档，再来一档的标股，哦，你每天看盘都是很开心，都是很轻松。从大力光的身上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自身创新高的赚钱机会嘛。所以这是不是机会？这要不要把握？你觉得这三天很难做吗？不会啊，这边进去，这边进去，这边就赚钱了嘛，是不是很简单？真的做股票可以很简单。只要你方法对，只要你跟上我们的脚步，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这个逻辑。每天都有新的机会，每个交易日呢都有新的股票。还有什么股票？有啦，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股票，其实档档都在发动啊。我们来看今天3437融创，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讲它。你看，我们节目开播没多久啊，跟大家讲这一档3437，今天呢震荡之后又开始拉，又开始拉。最高来到哪里？104的朋友，有买就有赚，因为它创新高嘛，有赚就有开心嘛。哦，我们的朋友几乎很多都跟我讲，哎，他这个礼拜哦，别人都很闷，他看他号子里面的朋友啊，每个都愁眉苦脸的，可是他默默的买了融创，买了30张，他都不敢讲话，他都不敢讲话哦。你看，创新高啊，什么时候讲的？哦，来。7月9号嘛，7月9号我们跟你说啊，融创、鸿海集团加上日亚化两个富爸爸的加持，从背光到照明再到车用，这边我们进场，这档股票真的很棒，一定要锁定。当时多少钱？91、90块、80几，有没有？有讲吗？投资朋友，今天呢，我们来看一路看下去好了。你看，礼拜四融创91。一路涨，一路涨到96了，朋友，谢谢你相信我，相信我跟着我们进场，也相信你自己，
选择了一个这么棒的一个节目，这么棒的一个老师。你看哦，一直涨，一直涨。礼拜五啊，再创新高。我还是跟你说，不管你买了30张、50张、100张，朋友们，我真的都心存感激。为什么？因为你看了我们的节目，你跟着我们操作，当然你也赚到钱，我真的替你开心。再看一次今天的，来，有买就有赚，有赚就有开心。哦，有没有开心？有啦，开心要跟我们讲啊，好不好？开心啊！今天呢，报纸就一定出来了、啊。你看，14号报纸跟你讲，富爸爸撑腰，融创挂牌，冲冲冲，在这边跟你讲。那、啊、我们呢，第一天没有人讲，没有人看的时候，我们就跟你讲了嘛，对不对？再看一次，这里啊，7月9号没有人要的时候，我们就跟你讲，他很好，他很棒，他能够帮你赚钱。今天呢，报纸就跟你讲了，104.5的报纸跟你讲。富爸爸撑腰，融创挂牌，冲冲冲！我不能说他错，涨上来的股票啊，我们都是很开放的态度，让大家一起赚，一起赚，能够赚钱，这样是不是很好？当然很好嘛，但是买在低档一定更棒啊！哦，真的很棒。你看上礼拜啊，我们家张太太不要急，几个月后呢，我们一起进驻大安区。今天他又很急了，他说哦、欸，要不要先卖一趟？我跟你讲。赚钱，赚钱才是最重要的，挂牌冲冲冲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朋友，不要忘记这一句说，每个礼拜都有新的机会，每个交易日都有新的股票，所以每天的机会啊，都发生在你的周遭。那还有什么股票要留意的？像这一档，信锦，它过去呢是 TV 的机构件，它现在呢跟五峰做一个合作，你看。上升的趋势线打回来守住，打回来守住，这个就要开始留意。所以其实每天都有新的机会，每个礼拜呢都有新的股票，你只要好好的把握，只要好好的跟我们做，其实这都很简单，这都很容易，真的。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然后对我们也要有信心。当然还有什么股票，哦、这一档一定要讲一下，有没有？哦，2402亿家，2402亿家。今天又涨停了，天啊、欸、今天还是那个除夕填喜耶，瞬间填喜，哦，涨停又涨停，恭喜再恭喜，朋友，每天都有机会嘛。融创你没有把握，一家你至少把握到啊。来，你看7月1号，当时我就跟你说切入细线路的制程，一家突破整理平台，刚刚转强嘛，刚刚转强的一家，我们第一天就跟你讲。你有把它记起来，你有把它好好的把握，我真的希望你都跟我们的朋友一样哦，真的，融创一家一直赚，一直赚。你看啊，这边7月1号、7月4号，王大哥哦，真的很棒，他相信我们，他买了听说100-200张的样子哦。为什么要买呢？来，每次都跟你讲为什么要买，这个才是重点，股票啊。绝对不是跟你讲那鬼吼鬼叫，重点是要讲出逻辑，讲出原因。你看了，我们跟你讲这个部分，这是我们系统，我们公司研发出来的一个系统。你看，这叫做什么？这叫急保库存的股权分散表啊，朋友，这是告诉你怎么拉全图。这跟你讲啊，持有1张到5张的有多少人？持有5张到10张的有多少人？以此类推，持有100张到200张的有多少人？持有200张到400张有多少人？再来1000张以上有多少人？朋友，这是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股票是在散户的手上，还是在大户的手上啊？这种表好不好？当然很好啊，所以你要跟着我们做嘛。这个系统我们可以做得出来，就一定能够帮你嘛，对不对？朋友，再看一次，一家为什么要买？那个时候我也跟王太太讲啊，因为你看哦。散户啊，一直减少，持有1张到5张的人一直减少，镜头拉近。你看，持有1张到5张的人一直减少，反而呢，你看，50张到100张的开始增加，100张到200张开始增加，200张到400张开始增加。我想，王大哥可能在这边哦。你看，一直增加，1000张以上的原本50个人又增55个人，哦，增加了2个人，原本53变55，你看，一直增加。这是告诉你什么？
我妈妈说的好，她说：“哎，这就是股票从散户的手上来到大户的手上。”对，你说对了，做股票就是这样嘛，筹码流向它越来越安定，从那个散户的手上到大户的手上，然后你就会看到，你看跌的时候，我们跟你说不用怕震荡，因为大户在进货啊，成本低就不怕震荡嘛。还有呢，再跌我还是跟你讲嘛，它的黑莓的案件，它的细线路的制程软板，朋友，它还有汽车软板的区块，一直讲嘛，对不对？我们都是一定追踪的啊。七月十一号上礼拜，每个时机都有最适合的股票。我妈妈今天说好利多见报了，我跟我妈妈说什么利多？这个啦，第二季的获利超越去年一整年呢、啊。朋友有没有？有吗？报纸跟写啊，他写了几千字，可是我跟我妈妈说，重点不是在那里嘛，重点是在这里啊，这边先买嘛，这不是很开心吗？对不对？所以做股票的关键是什么？找到一档好的股票，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哦，这个方法我再讲一次了，真的很棒。看这个方法，散户一直卖，大户一直买，这种股票最重要的嘛。所以呢，今天的王妈妈真的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又涨停了，哦，真的很棒，涨停涨停又涨停，恭喜恭喜再恭喜，真的朋友，你看创新高了。那我今天跟王妈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一加的这个新制程，来导播拉这边，你看哦，过去啊的软板哦是用十颗的，哦，铜箔基板，软性铜箔基板，它用十颗的，可是现在新的技术呢，它用堆叠的，你看一片 PI， 它从用加法做，这边过去啊少多的东西都不用了，现在用光阻这边挡着，就用加法做，你看越来越薄，越来越小。纯度越来越高，技术越来越好，这告诉我们什么？以后啊的所有的穿戴式装置啊，都会越来越轻薄短小。那轻薄短小的过程之中啊，朋友，轻薄短小的过程之中，是不是你要的软板也会跟着变小呢？是不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股价才会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哦，涨停，涨停又涨停，恭喜恭喜再恭喜哦，真的很棒啊！朋友，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散户的筹码开始被大户吸走，你知道他的这个新的制程。我们再看一次，你看，当你知道他的筹码从散户的手上跑到大户的手上，你又知道他的这个细制程的时候，你敢不敢买？你敢不敢跟我们进场？你就可以一直赚钱嘛，这样好不好？做股票这样有没有很开心？朋友，所以所有的关键在哪里？所有的关键其实只有一句话，朋友，真的一定要记得，这礼拜跟我们先买，好，买什么股票呢？朋友，如果有一档股票啊，目前媒体还没有曝光，上半年的营运优于公司的预期，下半年随着整个智慧电子的产业进入旺季，消费电子产业进入旺季，然后新产品推出，它会带来营运的大跃进。跟一家一样的来源，一样的选股逻辑，一家第二。投资朋友，重点在哪里？还记不记得刚刚那一张？我跟你讲，一家的那一张表，那一张股权分布表，这一档一家第二，我认真找了很久。来，你看哦，持有一张到五张的人呢，一直在减少，都不进，都拉近。一张到五张的一直在减少，五张到十张也在减少，十张到十五张一直在减少。朋友，可是你看呢？开始买盘一直在增加，有没有？买一千张了以上的增加了一个人，八百到一千的增加了一个人，几十张，五十到一百，一百到两百的也一直增加。朋友，这一档一家第二，我们诚心的跟你分享哦。我跟公司要求说，这档股票啊，还没有跟朋友们分享之前呢、啊，我们绝对不会在媒体上让它曝光哦。我们做杂志过，我以前做过我们的副总编辑。做过讲过，我们就一定知道。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先跟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做分享。所以，投资朋友，这档一加第二，我们无私的跟你分享，想尽办法把这档股票拿到手。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
奉陪啊！我已经找到合格业者，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但是最近有一个神秘人要用高价租我的地，我刚没当周一。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真危险哦！有些人叫业者会租土地来晃住了灰瓦晦气物，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乱租，地主还要常常巡逻出租的土地。那么会造成的污染，地主还可能被关，而且最多可以罚款300万元。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关心您。21年的万宝投顾，由朱晨志董事长领军，孙老师带领的投资家会员，给您全方位的服务。服务专线02-6618-1588。如果你看报纸、看电视、看网络，一直无法成功，也不敢进场，你真的需要有人帮忙。全台湾的朋友，你需要一个贵人，孙老师就是你的贵人。服务专线02-6618-1588。万宝龙云端版软体免盘后下载，智慧选股更迅速，完整功能免费下载使用一个月。02-6608-2998。台湾股票解盘 APP 每日解盘，分析师语音，智慧手机免费下载。02-6608-2998。投资高手都在万宝，基金、期货、港股、陆股、美股、新贵、上市贵，通通有。提前布局最旺的投资组合，万宝周刊 APP Store 也买得到。用 iPad 掌握第一手财经资讯，还有最旺的万宝龙分析软体。02-6608-2998。瞧，谁说了算？我是物流专家，让全球热爱 MIT 产品。What's okay? Very good. 我是 Dr. Beauty， 让世界都变美。我是 Happy 达人，让香蕉皮变成抗忧郁保健食品。自由经济示范区才是台湾的潮，既在地又有竞争力，一起潮吧！阿弟。欢迎回到现场，投资朋友，每天都有新的机会，再来一档，你要不要把握？做股票真的可以很简单，赶快来看生技股。当时跟你讲的建雅，你看哦，我是不是跟你说它的新药 PMR 的部分啊，它的销售的潜力有24亿美金，基雅的部分呢 PI88 只有5.9亿美金，可是你看市值差9倍多，这样是不是不合理？朋友，你看股价今天瞬间的拉尾盘，治疗这个间歇性跛足症的这个新药。我们是第一次跟你讲吗？当然不是啊！来看我们周刊，1078期6月底的周刊，变形生技股，朋友，这在告诉你什么？这在告诉你，过去呢，你可能只在乎新药、基雅、智勤啊，但是在这个阶段开始，有一些新的股票开始崭露头角了。真的吗？真的啦！来，迎接全球生技展的新黑马，朋友。是谁写的？我写的吗？我就跟你讲啊，你看，建雅，来，制药的建雅哦，这么一大段都是，这么一大段都是，朋友，重点在哪里？是要先讲嘛，所以我们一定跟你先讲，我们跟你讲变形生技，跟你讲你要留意新的一个生技股的一个趋势。你像建雅，涨完了之后在这边整理，今天呢，做一个拉尾盘，朋友。结束了吗？你好好去思考。我认为还没有。你看，市值差那么多了，差9倍。朋友，你觉得这样会结束吗？还有一档生技股，来，干细胞的概念。上礼拜跟你讲 ，KAD 刚刚向上，今天呢，直接涨停。朋友，每天都有新的机会。你还记得那一档干细胞的概念股吗？所以，朋友，来，错过了变形生技，这礼拜呢？生技英雄榜，打不拉全图，这边生技英雄榜不要错过。所以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不管是生技，不管是电子，其实机会一直都在。但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吼，你的进场时机点，你不要等到呢，我们跟大家讲了，我们的周刊跟大家报告了，才去追嘛。为什么不要这样子？上礼拜就跟我们进场了，这样是不是很好？这样你就可以把握到这么多的机会啊，投资朋友，真的做股票真的不难，你只要把握到机会。来，你再看一次，融创3437，那时候不到90块、欸，鸿海跟日亚化的加持，哎，这么棒，为什么你没买？这么棒，为什么你没有赚到？今天又创新高了，
104.5了，朋友，有买就有赚，有赚就有开心。你今天有没有开心？90块，104块，4天的时间呢，朋友们，4天的时间，90块到104块，我真的希望你有把握，不要每次做股票哦，都等到创新高了，报纸才出来跟你讲，富爸爸撑腰，融创跨牌冲冲冲，你在这边哦，追也不是，不追也不是，你追不能说你错了，但是为什么不要跟我们买在这里90块附近，买在这里90块附近，这样是不是更好，朋友？所以关键在哪里？关键还是在这一句话啊，上礼拜就跟我们进场嘛，跟我们进场是不是很好？那当然最重要的，今天呢，我每天都跟大家说，一定有机会，一定有新的股票，你什么时间来，我们就带什么股票让你操作嘛。每个礼拜都有新的机会，每个交易日都有新的股票。想一想上一段的溢价，想一想我们刚刚跟你说的溢价，我们上礼拜跟你讲的溢价，我们上上个礼拜跟你讲的溢价，为什么我们能够找到？再看一次这张表，真的很感动，感动到哦，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团队这么棒。你看，股权、吉宝库存、股权分散表，就从这里，我们发现到股价啊、溢价的部分，它的筹码。散户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大户越来越多，开始增加，开始增加，1000张以上的朋友就多了2位啊，真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筹码的流向，我们掌握到了溢价。你看，7月1号就跟你讲，溢价41块多，创新高，涨停，又涨停，朋友，再涨停，3天好多涨停哦，真的数不完。涨停，涨停又涨停，恭喜恭喜再恭喜，朋友，今天创新高了。我相信啊，3天之内报纸会跟你讲他的这个新制程，他的加成法有多好，但这都不重要。为什么你不要呢？在这边就发现这个筹码的变化，在这边就跟着我们进场呢。我们不要去解释大涨原因，我跟你讲，花90分钟哦，90% 的力气哦。解释大涨的原因，解释股票为什么创新高，解释股票为什么创新高，解释呢股票为什么一直涨停都没有用，为什么不要上礼拜就先买，先买了就不用解释，因为报纸会帮你解释、啊、你只要负责数钞票就好了嘛，真的很简单了、啊、朋友，这礼拜就跟着我们先买嘛，买什么？这一档，如果一档股票，朋友，媒体还没有曝光啊，就是说我们周刊也还没写，上半年的营运表现优于这个公司的预期，下半年呢，这个消费电子进入旺季，新产品带动它的营运能够大跃进，最重要的是跟一家一样的来源，选股逻辑什么逻辑？再看一次我们这张神秘的表，一样是这个吉宝库存股权分散表，你看哦，我好不容易帮你找出来，你看1到5张的散户一直在减少，打破镜头拉近，5到10张的散户也在减少，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哎、欸，有没有发现跟一家？我再看一次来，一家打破镜头拉近，有没有发现散户也在减少、欸？哎，有没有很像？有没有很像？有嘛？散户一直在卖啊！你看，开始有人在买哦、喔，开始在收筹码哦，越来越稳定哦、喔。对不对？是不是一样的选股逻辑？什么逻辑？来，我妈妈说一次，我妈妈说一次，对，就是从散户的手中流到大户的手中。所以重点是什么，朋友？重点是这个嘛？这礼拜要跟着我们先买嘛？买这一档，筹码跟一家一样。再看一次一家，从散户的手上跑到大户的手上，这一档从散户的手上跑到大户的手上，一模一样的选股逻辑。再说一次。错过一家这一档，你一定要好好把握。如果这一档还没有在媒体面前曝光，上半年的营运优于公司的预期，下半年呢，随着整个消费电子的产品进入旺季，它的新产品呢、啊，开始往这个讲白了就是家电、车用跟工具机的区块开始推出。投资朋友，未来的营运大跃进，跟一家一样的来源、一样的选股逻辑，
再看一次这张表，筹码开始往大户的手上集中了。投资朋友，一家第二，我们在这里邀请你跟着我们一起进场，跟一家一样的来源，一样的选股逻辑。投资朋友，一家第二，想尽办法把它拿到手。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一家第二，你一定要进场。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的万宝投顾由朱晨志董事长领军孙老师带领的投资家会员给您全方位的服务，服务专线02-6618-1588。如果你看报纸、看电视、看网络一直无法成功，也不敢进场，你真的需要有人帮忙。全台湾的朋友，你需要一个贵人，孙老师就是你的贵人。服务专线02-6618-1588。万宝龙云端版软体免盘后下载，智慧选股更迅速，完整功能免费下载使用一个月。02-6608-2998。台湾股票解盘 APP 每日解盘，分析师语音，智慧手机免费下载。02-6608-2998。投资高手都在万宝，基金、期货、港股、陆股、美股、新贵、上市贵通通有，提前布局最旺的投资组合。万宝周刊 APP Store 也买得到，用 iPad 掌握第一手财经资讯，还有最旺的万宝龙分析软体。02-6608-2998。二十一年的万宝投顾由朱晨志董事长领军孙老师带领的投资家会员给您全方位的服务，服务专线02-6618-1588。传承市中心永恒价值，超值蛋黄区，信义金门牌 Art Deco 鎏金艺术，360度城市环境，捷运信义线广慈预定站前，一层一户全新完工。